别玩了，老爸来了，别玩了。烟吸，逗你玩烟吸。老爸，老弟又在玩游戏，多晚了都。老爸，这没必要吧？不就玩个游戏嘛，没必要。跳闸了！哎呀，看一看，让我拍回家，你真烦死了！看一看呀，我烦呀！啊，多么痛的礼物，你曾是我。继续！哎呦我的妈！抖音。哎，好吧，老弟怎么玩又玩游戏了？不管了，现在玩。老爸来了，别忘了，老爸来了，快点，老爸来了。哎，你去！哎，没想到呀，点到管了，睡觉。哎呦，老爸，这是排位很重要，就位了，就位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也别往事起来，快睡觉。不玩了，老爸 ，OK。真烦，不是为你好吗？为我好？对呀、啊，我打一年了还黄铜，不容易吗？我打一年了，我想上个白银那么难吗？还敢，烦死！我觉得老爸挺好，好个球好！想你是你在眼前。抖音，你快起来，我有事和你说。强，帮我把遥控器递给我，在这儿。来，帮我把这锅刷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喝点水，其实这个钱就是你的。你记得你玩的《永夜大陆》七天升300级，领了1000元，你一直没提，我帮你提出来了，这就是。哎，开玩笑，你看你气的。你看这不还有700吗？在我这儿。我操！我操！抖音。起来，我做了荷包蛋给你吃。来，你最爱的荷包蛋，无精打采，一天就睡睡睡，吃。来，哎呀，开玩笑啦，你是我亲弟，我能给你吃这样的吗？这个才是你的爱心蛋啊，还是给？老弟。你信不信我能把这个鹌鹑蛋扔到你那个杯子里？不信。你答对了。不玩了，都说了多少遍不玩了。擦好了吗？嗯。擦好了，把我这个袜子穿一下。我脚抬不动了。今天表现不错啊，来再给你500。哎呀，拉着，反正都是你的。嗯，你玩《永夜大陆》七天升300级，领1000元，领的，你没提，我给你提了。哎，老爸来了，老爸来了，别玩了，快快！我试一下你反应。
你怎么又玩？你怎么又玩？能不能别玩？哎，别玩了，老爸来了。怎么一点都不慌呀？你老不老套一点点的？嗯，这怎么回事？疯了？谁干的？你这不又能玩了吗？一级一级，信号。哎呦我的妈！滚！想你爱你留不住你亲爱的你，我已用尽我的力气。不是啊，你这个号不是封了吗？现在怎么又能玩了？封七天，我花了那么多天，他就给他封七天，滚！那要是封一年了？老弟的号解封了，等一下，咱们这样做没用，他玩还是玩。我跟你讲，烦死了，天天的玩就玩呗。老妈，老妈，今天你听我的，懂了吗？老爸，老爸，你在怕干嘛？你天天神经病，大晚上都睡觉吵死了。你睡觉干嘛？哎呦我的妈！啊，你看到没？看到什么？老爸被锤了。什么？老爸被锤了，你没看到吗？哦，看到了。今晚我包夜。我好想逃。